个周中没有办法上场。哇，这球又来了！哇，前面单刀，单刀自己来，哦，胯下，还踢守门员的胯下进球来了，再来，哇，在47分钟跟48分钟啊，连续进球。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劈腿，但是如果不小心受伤怎么办？拉伤的。对，好，我看看这球很聪明，27号。因为他知道对方的门将啊，这个陈思伟一直在看他会不会传球给 Benji， 所以说他就是干脆打一个胯下。那刚刚陈思伟他明显的要把这个身体。